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学韩语，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来来来，别着急，我先控制一下局面。我刚上来就听见好几个人喊退票，是什么环节？怎么事儿？我还没演呢，上来就喊退票。好了，大哥，我听见了。哦，生孩子，来来来，现在就生，来，快点儿，咱俩谁生啊？我生不了，我上个月的刀口刚合上。我问你什么刀口？那个阑尾炎刀口。不像话，你这都不挨着。上来大哥就喊我爱你，我要跟你生孩子。我的天啊，喜欢你呀、啊！哎呀，今天不适合啊。哪天也不适合呀？咱们加钱可以。头一回听说加钱干这事儿。哎呀，我们现在也是处于那个手头紧的状态，见利就走嘛。手头紧，命也要紧、嗯，无所谓吧。嗯，大伙儿人家来到这儿就是喜欢，哎，看到了我们是，也算您倒霉。对，哎，这叫什么话呀？人家保不齐呀、啊，人家就听说德云社来演出，哦，人家想看谁？看我师傅郭德纲，郭老师，于谦老师。哎，虽然说两位都已经不在了，是啊，但是您先等等吧。我正跟着您走了，这是走，怎么就二位都不在了？不在宁波了。哦，没来这儿。对了，他们曾经来过。嗯，是他曾经来过。这怎么这么沉重呢？对，哎，祝他们一路走好。越说越远，人家回去了，别着急。可不是都回去了吗？你干嘛？你这么美，我乐了吗？不是你继承不了，有郭麒麟呢，你干嘛？谁跟他争这个了？不能说按个头就继承啊。希望我老恩师人家健康长寿，哎，祝愿。都是这帮徒弟们，是。刚才两位大伙可能还不太了解，还不认识。对，两位呢是算我们德云社比较便宜的两位。对，不是，您这怎么叫便宜呀、啊？咱们比他们贵一点吗？哦，您说是价位啊？对呀、啊，啊，您这出场费不得398？对，398啊，换一批，好嘞，别换了，你先回来吧。不好意思，没人了，还是我。什么玩意儿？我下去了，他喊个单口的，他要会单口的话，他们早说单口了吧？他会。别挤兑孩子，你说逮住蛤蟆钻出脑白金吗？他大文成金蝉了，是怎么的？你会脱壳啊你啊？像话，他要会单口的话，就是站这儿了，就露出修长的黑丝了。我跟你说，不是你们家都穿着黑丝上了吗？这不是黑了丝的吗？您这黑丝这口都松了，您家是？我就喜欢这种飘逸的感觉。好家伙，怎么看看你看这腿毛都飘出来了，多恶心！穿一黑丝，腿毛滋着。对，长俩山药腿，你这是？管着吧，渔网袜。渔网啊，腿毛穿过渔网。你喊什么大哥？就你喊的宽啊！你是着急给他生孩子是吧？啊，你可以，他不可以，他那刀口还没开。行了，大哥，你哎呀，你就你喊的欢，你这，要不你上来咱仨玩？哎，不，咱们三个人斗地主，我炸。要不你下去吧，你们俩一块儿。哎呦，我下去，我俩都下去，真留你自己了，你就死台上了，小表妹儿。我怎么会死台上呢？你在台上你干什么？一个人？我在台上干什么？我398，你心里没数吗？人家刚才点换一批了，你聋吗？你听不见吗？我就不换，因为就我这一批了。这是最后一位了，大伙儿接着看吧。包宿，大哥就这样的包宿，你是对生活有什么遗憾吗？生活是怎么摧残了你？可能有一种重塑自信的心啊。干嘛呀？生活很美好的，不要放弃。
看你是这样的来说，确实萝卜青菜有。来来来，去坐大哥腿上。去，我不去，还没穿的黑丝，我不坐上去。真是的，他往这腿上一坐，给你坐虎头，给你坐坏死了。我偏着坐人家呢，是怎么还坐虎骨头呢？大哥也是口味重，我就喜欢这样的。咋的？你缺一个辟邪的呀？家里家里缺个煤气罐是吧？确实无所谓、啊，他都吃外卖了。有喜欢郎和妍的，人家就喜欢他的观众，我看坐到哪里？这里。哎呦，谢谢。还真有喜欢他的。谢谢大家。哎呀，你我也查一下，喜欢张鹤伦的都坐在哪里？没有。没有啊。不可能，喜欢我的朋友们，我相信他都已经坐在了剧场的外边。咱都演出了，怎么不让人进来呢？哎呦，今天票很难买，进不来。真的，那你就298不就完了吗？我是一个为金钱而折腰的人吗？肤浅，肤浅，兄弟，哥哥，我比你大。好嘞，好嘞，老狼，怎么着，小白？咱说相声是为了钱吗？是啊。丢人呐！你这话，你对得起咱们的列祖列宗吗？你对得起，你听我说，你对得起相声界的前辈吗？啊，你对得起他们的在天之灵吗？侯宝林、马三立、侯耀文、郭德纲，你对得起？怎么？我对不起。你对得起？你对得起人家吗？不是，咱怎么说着说着，郭老师又上去了。我们说相声，跟你说不是为了钱。那是为了什么？别听他们说的，我们是为了艺术。这是个包袱啊！我一本正经的说呀，嗯，你们呲个大牙乐呀？听相声不让人乐呀？这是说相声，我为了弘扬祖国传统艺术，扶持民族艺术之花。将相声艺术发扬光大，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好，对不起，我走错了，好，我现在就回去，好不好？你别回去了。下来。他一回去，待会儿扫不打眼的又上来了。没想到来到宁波也有人送你。这个声音我记得，就是这个女人伤害了我。就是他，是他，是他，小哪吒，就是他。哦，你在这儿还受过这种，我都不好意思说这词儿。我来过宁波很多回了。你下来。我真发现今天认识你的人在三楼的，你还敢叫嚣？在摔着你。下来，来下来补票。别下来了，到时候手机都掉下去了。真是的，你几个呀，姑娘家家的，下来下来，干嘛呀？他们也没看见我这么贱的啊！好好的啊，我们现在不能出台，不能走出舞台，知道吗？加钱，加钱，不能走出舞台。加钱，加钱也不可以。100000，少来这套！你们加个3块5块的，又不知道吧？你比外卖还便宜呢，加一，大哥你干嘛呀？就你喊得欢，你这一句话把我心脏搭桥都给我干碎了。这手术不好做着呢，现在。行了，别喊了啊！要那个退票的退票吧。多少钱我退你来？脾气啊！10000。多少钱？10000。50000。姐妹跑这洗钱来了。没听说过。花50000块钱听张鹤伦、郎鹤炎。疯了，干嘛呀？有钱也不能这么为所欲为吧？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就能得到我。下来下来下来，开个价。你犹豫了。你们各位没看清楚啊，我看得真真的，他本来想说我想去。你来的
两个的，给你买的票，你得到我的人未必得到我的心。不信你试试我，我挺好得的。你说这有什么意义吗？这是。哎，我发现要你的都是男的。哟，什么毛病这是？什么毛病啊？大哥，差不多了啊，送了个成语，迎难而上，难上加难。那你还是知难而退了啊。行了，老狼，咱俩聊会儿天吧，好不好？不好，我觉得跟他们聊挺好的。我发现我斗不过他们。我发现这场我挺省事儿的。你就是离我最近的观众，你就是我可不要你。我的个天哪！我要你。行，我听你的。我要你在我身旁。下来吧。我要你为我梳妆。我怎么就臭不要脸了？我唱的好好的，大哥，臭不要脸。真好。这相声没法说。相声氛围太好。没法说了。嗯。老狼。嗯。走。干嘛去？别说了。我带这样的私奔，我跟你说，安检都过不去，人以为我带一煤气罐呢。我成易燃品了。行了，老狼，咱俩就我跟你说啊，这确实观众来说呀、啊，今天挺能挑刺儿的。啊，你别跟我说，你跟他们说。为什么这么挑刺儿啊？啊，咱不够火。哦，对不对？对。我是不是给笑脸给多了？啊，咱彼此给个台阶好不好？好好，这么着是不是？老狼，哎，你讲两句。不，我都有心掏一二九八了，我是。不这样，我跟你说，我们在德云社这些演员当中，算是还是不错的。嗯。行，你说吧，你别看弹幕。哎，逗笑社看过吗？有我，谁还比你惨啊？你有权利笑话我吗？我为什么没有权利、啊？逗笑社有你吗？没有我呀。为什么有人家阎鹤祥、杨九郎、周九良、黄九龙、罗云平？为什么有人家？因为人家的搭档火呀。对，人家搭档比你火呀，所以没有我，我知足了。要不我跟你一块受挤兑去？哎呀，无所谓，那个挣点小钱，我这节目现在我也不想上，真的。我们可都记住了啊！哎呦，第三季不想上了哈！别，这这句话掐了，别播。干嘛说没用？我跟你说啊，在那个节目当中，确实来说，我看着他们那些搭档都上这个节目，我心里边难过。你先保证你自己的位置吧。指不定哪季就给你淘汰了，你替我难过呢。我替我搭档难过呀，这是我的好哥哥，我的好搭档啊。我没死呢，你哭什么呀？老狼，我跟你说，虽然说你没死，万一有一天呢？这不用万一呀、啊，人吃五谷杂粮，生老病死，这是常我会难过的。但这要说有一天咱俩，但我要是没了，你怎么办？你没了。你们还有同情心吗？没有。这是个人，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一个张鹤伦。啊，就算你们不熟悉，哪怕也是个张立民啊。我现在都这么自我介绍了哈。再说我有一天我不在了，你不觉得会很难过吗？那会难过的，然后难过完了，我请大伙儿吃饭。因为像他这样的说相声的去世的毕竟是个喜丧。我还以为我想带着你挣点钱，我你什么时候带着我了？关键你老嘴里说我带你挣钱，带你挣钱，您没带我去过呀，老说这话后边没有了。今天我为什么提到这个话茬？我不知道啊，我就是提一提。你看是不是他没有后半句，没有下句。有，我希望我的搭档好。那天他们问我来了，哎，来，
那个贺伦，你说德云社是于谦捧哏捧的好，还是孙越捧哏捧的好？嗯，我听话，我回手啪，我就一大嘴巴。这里边为什么没有我的搭档郎和燕？为什么？你真这么问了 ？Why？ 真那我算小瞧你了啊！凭什么没我的搭档郎和燕？不是，我今儿在这儿呢，我问问你，我孙老师、于老师，我们仨谁捧的最好？于谦。你用屁股想的是于谦啊？哪有说嘛？合着你的话都从那儿想出来的？你呀、啊，你用半个大脑，你用腰子想一想。那为什么非得有我呢？因为我不想让孙越垫底。我就说他除了讽刺我没别的吧。我能讽刺你吗？那你刚才干嘛呢？激励你。你们家拿讽刺当激励用啊？这叫激将法。你别激将法了，你激我激哪儿去了？激将法，我琢磨着我的搭档不能比别人次。他老琢磨，你看这。接下来我就带着你，咱去录综艺、录节目、拍广告、拍电影、拍片，什么什么东西？他就是短视频。小电影。哎，得亏是短视频，要不然298都卖不上去了。我就那意思，你想哪个，想要哪个？我想哪个都不重要啊！您真正带我去一回就行。挣钱行不行？这多新鲜呢！我跟您说，现在啊，就是因为我经历了这些年在那个娱乐圈这些年吧。在什么？娱乐圈。哦，你还得拱点槽子是吧？什么叫拱点槽子呀？娱乐圈啊，娱乐圈干嘛？外行都这么说，娱乐圈，娱乐圈。真正我们内行都管叫娱乐圈。哦，你在圈里开心吗？一看你这么瘦，那可能伙食不太好。我说实话不太开心。是吧？对了，因为我不喜欢这里的氛围，尤其啊咱们国内这个娱乐来再说啊，现在是 一团乱麻，千丝万缕啊，叫藕断丝连，缕剪不断，连缕还乱，就那种感觉。你先把您这嘴捋捋。我跟你说，我现在啊，因为什么，我现在老往国外跑。前段时间我去外国，大伙知道吧？知道。对，咱们都去了吗？对，带着跟着师傅去的呀。你也是偷渡去的吗？这叫什么话呀？跟着郭老师、于老师出去演出啊？对吧？后来咱又是游轮，咱又出国了，去了日本、韩国，对不对？对呀、啊。哎，到韩国之后，为什么你不跟我去？不是，咱有什么不跟你去？我跟人家吃饭去，聊事儿去嘛。你说你不去？我不喝酒啊，我上那喝酒不喝酒的？你喝什么？我喝茶呀、啊。喝茶那玩意儿尿酸高，你老喝吧。他尿酸6万多。我6万多，全德云社尿酸都加我一人身上了。狼尿酸，可以了，张雪堂啊，咱俩豁牙子吃肥肉，肥也别做肥。你干嘛让彼此伤害呀、啊？你不说我尿酸，我能说你许雪堂吗？行了，我跟你说，咱俩都我希望你有点这个健康长寿的意思。干嘛还有点儿啊？我希望你多活。我跟人聊天聊的是正事儿，聊了一个韩国的综艺。你？嗯，韩国综艺。对了，哦，到那儿去啊，咱俩拍一个小短视频。咱到韩国拍片去。你不要把这个说的那么伟岸。你是想说猥琐吗？随便你。拍视频。对对，咱这不打码。不打码。对对。你没有二维码怎么收钱呀、啊？你必须得打着二维码啊！不是，我的个天哪！我说的是咱拍的是正经片。废话，正经的喜剧情景喜剧，您知道吧？哦，跟人家拍喜剧片。对了，哦，但是来说啊，我也当时跟人说了，我说呢，这个我要是我拍，我得带着我的搭档。我你先等，你说好你的口音，搭档。对，就是那个，就还老说这个韩语啊，最近那个有点这个。这是韩语吗？这是口音问题。是韩语，我知道是韩语啊。呀，你说这的话是四川话。哪有四川话呀？刚才那个发音就是四川的，咱这个瓜娃子。嗯，那个鬼孙儿。少跟那大屁股脸在一块儿啊。你我跟你说，就因为你有这个方言基础，我上哪儿我都爱带着他，啊，带着你行哦。你韩语会吗？我不会韩语。你看，你打我也不会呀、啊。我现在你不是老话说哪里不懂点哪里吗？您拿我当学习机了。
他真是那样的，一点就透。哎，我这人学得快，反应快，所以说我觉得带着你，咱俩倒是挣这钱得了。真去啊！哎，对不起了，我给你道个歉。刚才这话你别磕头，我没跪下。不是，我看你的个头好像还降了一下子，刚才没有那么大动作啊。真是到那儿来就简单的演这么一对父子爷俩，嗯，一个情景小喜剧。您给我交代一下什么剧情呢？剧情对，因为我不会。简单的，就是一个小片段，我给你学一学啊。您学学，那。啊，爸啊！不是，咱别闹啊！问清楚了，刚才您说这是父子爷俩。对，那这是谁叫谁？他儿子叫他爸。那不对呀、啊？怎么不对啊？他儿子叫他爸，哦爸啊，这不是叫大哥的意思吗？你不说你他妈不会韩语吗？不是大骗子，你这一个单词儿还得会吧？这你我老看韩剧，我不知道啊。你还会多少？我也就不会了，就是欧巴啊，哈利哈斯尤，撒浪嘿，唐三米达啊。够了，再续一杯吧，够了。行啊，有点基础。哎，对，我就会这几个，就会这个，对，因为就会这四个，你别再骗我了，我受不了了。我就这几个，我要去吃韩国餐。对，因为我喜欢一张白纸。对不对？你要是不会的话呢，我可以不会，正教你。但是我得问您，您刚才那确实不对，怎么对？您刚才说的这欧巴啊，这等于是儿子管他爸叫哥哥。你说那是欧巴哥哥，我这是阿爸。今天是我父亲们包场吗？回去吧，累了啊。您那是什么？什么？我刚才他们一答应，我没听清楚。您那是什么？这叫你爹。这里边怎么能有我爸爸呢？我爸你干嘛？我说一遍，他们都抄一个便宜了。啊，刚才他们抄便宜的。你是聋子呀？没有。啊，行，那你们。你别在这装无辜、装可怜、装优雅、装乖巧。没有，你们认可了就行了。他叫他。接着来吧。啊，他爸爸说，答应。韩国人答应着，他爸爸1988的是吧？哎，你听过这个？多新鲜呀！我看过韩剧。可得哟，可就啊，寂寞的哟，我的恨该落的阿不西的，可得阿不起我都不都可得哟，可得阿不起皮不都莫里过。就这一，这老唱裤腰带，就这么多人鼓掌呢、啊。你懂个六啊！这跟裤腰带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这不是下半身的故事，这是你上半生的故事。裤带哟，裤带哟，裤带不是裤带，跟裤带没有关系。哦，裤带有没有？不是那个意思。哦，你这么听，你还真是不会。我确实不懂，就是讲那个故事。他爸爸答应，答应完之后跟他，我希望他擦不上一顿锅。惨不你爱阿西杜拉哎懂懂哎你吓我一跳干嘛我吓你一跳你这句是英语你会英语啊废话咱出国你还养这儿我给你翻译呢对就是你这撒开你透什么近乎你怎么英语都蹦出来了就是英语为什么是英语啊小孩他儿子说的哎懂懂不是孩子，孩子就不能说英语？你有孩子吗？你不是绝户吧？你才是呢。他有孩子，你姑娘儿子是不是也说英语？哎，多学英语。对的，哎，等等，小孩上小学的时候都学这个。他说这个，哎，等等，啊，他爸问的，呀，哟，你就过来一点。阿西他可比就最小，谁跟阿西高？就你高，就我一个。看着西了，那惨不拉白洗，被你从窗子里洗完了洗吧，不知道谁叫，听了没有？孽畜，谁孽畜啊？哎，这句废话，前面一大堆滴了嘟噜没听懂，最后骂我能不懂吗？还孽畜，韩国方言，孽畜，你懂的了吗？这不是汉语。哦，您最后这句也是韩语。韩语，那感叹词就是，哎呦我的妈呀！捏出知道吧那我这一个都没懂啊你看你要懂你不也会了吗那不是那咱俩一块演去您得让我明白呀、啊、明白啊这样啊我给你个便宜
怎么？你呢？来演那个儿子。我，因为我演儿子，我是那便宜。儿子词儿少啊，儿子一共就那么几个词儿。词儿少不词儿少的，您说那句我都没明白呀、啊。哪句没懂？哪句都没懂啊？头一句懂了吧？头一句，要不再来一遍？不用了。来。好了，你看他们想再听一遍。还没吃饱啊？多给点吧。头一句。啊爸啊！好了好了好了，你们每一张面孔啊，我都刻在我的心脏上了，我都深深的记得你们。您这得搭多少桥啊？您这个，然后他爸还答应，啊，我知道了，啊，发现目标了，目标，目标，桌子，我希望他惨不忍睹我，就从这儿开始，我一句没懂，您慢点来，我希望他惨不忍睹我。我让你说慢点，没让你表情慢。你说的语速放慢，明白吗？我媳妇的惨不张被你等我。再慢点，再慢点。对，那就听出来了。我拿我开玩笑是不是？我不听出来，我怎么跟你学呀？啊、哦，想知道什么意思？就得听出来。我媳妇那惨不上边你等我。桌子，为什么那餐布上面一滩黄？你多少沾点韩国血统？是我听错了吗？您刚才是这么说的？你不是混血儿吧？不是，您刚才这么说的吗？哎，我媳妇的惨不张灯光。哦，他儿子惊讶，惨不？哦，这我明白了，发现了字儿，惨不？餐布啊，哎，你这骂街可不行啊。哪骂街了？那我看那电影那韩剧里边都那啊，你说那是阿西巴鲁米阿西，你看就是啊，他这不是，他这人叫阿西啊，有一人叫阿西，这人叫阿西，对，他爸不是，他爸怎么给他起这个名字呢？阿西、阿东、阿北，对不对？嗯、阿娇，好多人呢、啊。阿西怎么着？阿西吐了。没听懂，你慢点。阿西吐了，叫阿西吐了。你这句像东北话。东北话呢？咋的？阿西吐了。问呢？阿西吐了。哦，阿西吐了。啊，他儿子回答 ：I don't know。啊，这句我明白了，不知道吗？啊，问呢？阿椒。什么？阿椒。你慢点。哈的啤椒。哈什么？哈的啤椒。你这句是青岛话呀？哪有青岛话呀？我听出来了嘞，哈啤酒，哈啤酒吃那个黑栗子。哎，我跟你说，韩国呀，多少借鉴了咱们青岛的方言。啊，是啊。他离这个青岛多近呢？他们偷渡过来，你知道吗？学咱们的方言，没少学，都被学走了。啊，那真是喝啤酒。对，所以说他们说话就在这个。真蒙对了。他问的哈啤酒。哦，他爸问他是不是喝的啤酒？啊，他儿子回答。他儿子说。就克里迪，要说他儿子真能喝，喝到一点钟呢，你看看，不是，就喝了一点儿，一点儿，就一点儿，不是一点，哦，就克里迪，还是没听懂，嗯，是啊，嗯，阿西他可啤酒最小，哎呦，我这太长了，这句真，阿西他可啤酒最小，你慢点儿，阿西他一喝啤酒醉一宿，太清楚了，您都说出来了。阿西他一喝啤酒醉一宿，阿西他一喝啤酒醉宿啊，醉一宿，谁跟阿西喝啊？谁跟阿西喝？哦，谁跟阿西喝的？哎，这句挺明白啊。我这推理啊，上下句吗？谁跟阿西喝啊？谁跟阿西喝的？就你刚，完了，又没明白。就你，你要不你们给翻译一下来？一个，就你刚，就你一个。哦，就你一个。对。哦，他儿子回答：就威古。哦，就我一个啊，赶紧吸了。哟，这太恶心了，这个怎么？人家吐餐布上了，你让人赶紧吸了，你哎，这你是不是饿了？这跟我没。人说赶紧洗喽，洗啊，赶紧洗喽。你等会儿啊，赶紧吸了，赶紧吸了。我听着差不多呀，这你听差了，赶紧洗喽。哦，赶紧洗，赶紧吸了，餐布的不洗。不，没听懂。那残不的漂白鞋，慢一点，慢。那残不那漂白鞋，啊，别的都不行，还得拿漂白液洗，这也太好了。那比丑丑就是小了。
你别这么使劲，你就慢点说。哎呀，冲冲就都洗不了，这我听懂了。说别一冲冲就把它洗完了。我说的这么朦胧，能听出来？能明白。洗完不能睡觉，洗完不能睡觉，洗不完不能睡觉。自作洗完不能睡觉，听了没有？听到没有？听了没有？孽畜。听清了没有？就最后这个词儿了，知道吗？个废物点，明白，就是个废物点。不是，关键就是，我就具体得了解一下你说的是什么啊？大概其实这个情节，哎，差不多。这样吧，你要是不懂的话，咱俩表演一下，就明白了。哦，咱们在这儿磨合一下。对了，我来演这个父亲，你来演这个儿子。哎，行，好吧。我这话少了。对了，你在你这屋睡，我在我这屋睡，咱俩在客厅相遇。还分着睡？对，你长大了，你八九岁的小孩，十多岁了，知道吗？你不能跟爸爸睡了，不，那你我得跟你妈睡了。我也是多余问啊。行，就那这样的就好比客厅。对了，哎，好嘞。你看你那屋，我在我这屋。好嘞，我去找你妈妈。哎呀，你再睡会儿。哎，我吃屁了，我抢不过你。早餐吃的呀？谁早餐吃的呀？那玩意儿有跟黑熊怪似的吗？小孩出来有尿不尿？干嘛呀？不是睡醒了伸个懒腰打打哈欠，我要不我走这一段太苍白了，没有人物。你别像猪八戒一样好吗？跟个正常的人一样，一步到位，不要加以修饰，不要那么多繁琐的，一步到位啊。一步到。哎，我发现你个滞空不错呀。我这核心还行。啊，再来给你来个三分扣篮还怎么着的？三分扣不了篮了，后仰还可以。我夸你呢。我赛乔丹啊。那孩子有早上蹦着出来的吗？你看这又赖我了，这不是你说的吗？一步到位啊。一步到位，你不走回来吗？那有一蹦出来的吗？我忘了还得走过来。我别，我怀疑你不是我生的，你知道吗？你不用怀疑，这就走过来就行了。你走过来。好嘞，再来。好吧。咱演什么呢，老师？我想唱歌了。你想唱歌，你想唱就唱啊，你。想唱就唱，要唱得漂亮。响亮。啊不。哇。什么的？怎么了？任行。韩语哪儿去了？哎呦，我以为咱俩平常的。对不对？谁平常的你这样啊？阿爸，没吃屁呀、啊？怎么了？你干嘛呢？这一下，你把桌子底下拍了，底下有狗粮啊！狗粮都得给狗粮。你干嘛呢？不是您这一下动静太大了，发现目标了。阿爸，不，为什么那惨不长一等我？你笑你妹呀、啊！你笑什么呢？不是，哎，这多好，这个，我自己设计的点人物小情绪。你看，你发现了，我昨晚上喝多了吐了，我不知道啊。你先发现的，你说这怎么着？那牛姑，然后我就用我的微笑掩饰我内心的尴尬，所以你，我这你。你哎，你就是个戏精，你还你嘿嘿，上下句儿吧，就不要这些。他们观众可以笑，你笑个六啊。你不能笑。行，我就再来，你就站这儿，别回去了，都吵着你妈了。
你看你妈醒了吧？你再睡会儿。也分着睡啊？哦，我们那屋床大。你们那屋套间都套哪儿去了？哎，你好吧？哦，为什么他这么给的我六？这是啥意思？你说的呀，观众可以笑，你笑个六啊！你个老六，不是，我怀疑你是我跟你妈是不是近亲啊？可能不用怀疑，你可能是近亲。你能有点人类的正常的思绪吗？这都按照您这个台本演的呀。就你不能笑，知道吧？别笑，就是咱用这个，我跟你说完这话，给你的反应，你要做出一个反应，不要来这些，知道吗？这些无厘头的东西咱不要，像个人一样。我什么反应？就餐布，就餐布俩字够了啊。这回肯定对，好吧？哦，为什么他惨不这么等我？餐布俩字儿，六。你要能演就演啊，你不能演的话，你现在不是这哎，您这给我画出框来，那我这都这么演的，我看着餐布了。你要说餐布俩字儿不用说，就餐布就完了，行吗？发现了啊，怎么办？爸爸发现，哟，这不会说我吧？哦，您说是内心戏，内心戏，我得有害怕的喜怒哀思悲恐惊，这时候全看你的表演来吧，来表演，肯定吧，阿爸。不，那为什么惨不惨不？你玩你的，我冷静一下，现在。我就跟你妈去要个二胎。不是，哎，起来，起，别睡了，起来，快点，生孩子。别怎么演着演着都疯了？咱俩谁疯了？你跟个大猩猩似的，惨不惨不？这是猩猩。哎，说什么有什么？咱不是动物世界，这不是金刚。你是个人类、你别锤了，把硅胶都锤坏了。我这儿有搭桥。你好好的，好好的，小宝贝儿，小宝贝儿，你好好的。我真怀疑，我当时我跟你妈是造了什么孽呀？这是。不是我要了你这么一个玩意儿，好不容易出去一回，我你就俩，残不够，残不够了，啥也不用。求你了哦，我就这个仓库，然后就够了，够了，后边啥也不用了。好，好，来，还简单了。阿爸，我媳妇那惨不伤一等货，惨不？不是，咱不像个弱智一样，是害怕，不是惨不？害怕？你这比我这演的好。最后一遍，我求你了，看。为什么他惨不这么一趟货？我还没叫你呢。哎，阿爸，我为什么他惨不这么一趟货？惨不？阿西他一个啤酒嘴就啊，没到这句，没到这句。怨他呀，他还不搅和呢，跟我有什么关系？阿爸，我为什么惨不上面等我？惨不？阿西多了。I don't know。不说呀！你说的，你说完惨不，后边就没事了。刚才我叫你那些词儿都得说。哦，还得干，都得
都得用上，都得用上。你早聊啊，你再来吧，最后一遍啊。好嘞，阿爸。哦，呀，我媳妇的惨不惨不？你等我，惨不？阿西图了 ？I don't know。阿西他一喝啤酒醉一宿，这句还是韩语吗？阿西喝的啤酒，阿西他一喝啤酒醉一宿，阿西他一喝啤酒醉一宿，你重来重来重来。重来重来这边要再错，台上必死一个，必死一个。我请你们吃饭。快来吧，快来吧！阿爸，我媳妇的惨不上没等过。韩木阿西突然爱中了阿娇就给你的阿西他一颗啤酒醉酒帅哥大小就你一个就一个赶紧洗了那惨巴的白白洗白从从这个洗完了洗完不能谁敢听听了没有哎呀呀还能看不出阿西突然洗阿妈突然洗阿妈突然洗突然突然洗阿妈不洗了怎么样参谋，走！